肉。哇哇，这个厉害啊！哇，欢迎你来上班。怎么突然断电了 ？B 站的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来一个 reaction。我记不清他的样子。这不是雪艺吗？嗯，这些不是幻觉。哦，我把两个戏剪到一块儿了。我三个戏剪到一块儿。这脑洞跟我有一拼啊！前世今生吗？只要我接触过，就不会从我的记忆里消失。只有那个人，像幻影一样。哇，还真联系到一块儿了。哎，给我看，你们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你别看我。你看看。这一段看完了，我觉得剪得特别好，就真的好像一部戏，前世今生的戏，那条脑洞很大。其实我之前我也有过类似的脑洞，是沈毅跟相柳之间脑洞，但没想到他脑洞比我还大。这个东西，希望这部戏大卖。下一个，这个叫缺德整活。这个就是跟歌词搭上了的，用 BGM 的重要性。BGM 一变，这戏的风格就变了。这个就是我觉得走开心向哈。那个 BGM 很重要， BGM 一变完全就变了。下一个，这打戏没有一根发丝是多余的。哦，哦呦，哎呦，你看，这是打戏燃相的啊。这个剪辑者，你有没有兴趣来谭英斯工作室上班啊？剪得不错，剪得非常的燃啊。那个眼睛亮亮的可爱少年郎其实一直住在相柳心里。你要是敢信，我可就不遵守给你手串，够不到什么房子，也不是我的房子。这个感觉好。下一个，拜入柳门，极致纯粹的神性和无悲无喜的俯瞰。有意思。哇哦，哎呦，我可剪得像 MV 一样啊。哇，他在跟着音乐的节奏走啊。哦呦，哇，哇，这个厉害啊！哇，哇，哇，这个有点厉害啊！这个叫什么？拜入柳门。极致纯粹神性，那个欢迎你来上班，太厉害了。相柳春花，谁教你这么剪的，这么甜不要命啊。你就不想看吗？怎么突然断电了？断电了，那就这样吧。我觉得这个也剪得不错，剪得很有脑洞，剪得我都快信了。谢谢贾云老师的出演，就这样，拜拜。这《权力的游戏》啊，这是《指环王》嘛？国际，喂，这个行，对行。这简直太厉害了。
就照这个调子。